铁子，又替谁值班了？哎呀，牙疼。哎呀，我昨晚上不上那个文凭那蹭饭去了，喝多点。哎呀，这个那回去那谁，你姐那怎么样了？还是想让我过去呗？那能过去吗？以后再说吧。吃点药吧。哎呦，秦哥是怎么了？这就是？哎呀，我牙疼，真哎呀，这他妈这不让早让你拔了，你非不拔吗？是，哎呀，你把它拔了不就完了吗？齐队，王启宗早上呼我说他请假，呼你？你是队长啊？他呼你啊？我是队长的传话筒，他说他牙疼，我还牙疼呢，我咋还上班呢？你是领导吗？哎，你要是不同意的话，我呼他回来。行，你那什么，来了，你快起来去吧你。你少管，干好你自己的事儿吧。哎呀，这你反了你啊！快点，快点。手给我套出来，快点！来，您请坐。怎么事啊？这姑娘说这小子在街上调戏她。我没有。别问你，你说说，你说说。他摸我。谁摸你了呀？摸了。我没摸他。你咋别叫？别叫。摸就是摸了呗，多大点事儿啊？你还有什么不能承认的？赔个礼道个歉，再写个检查不就完了吧？你老犟犟什么呀？那摸一摸呀你？我摸了。摸你哪儿了都？摸这儿。还摸哪儿呢？还有这儿。是。来，取个笔录，拘留七天。不是，你不说写完检查就没事儿了吗？写完检查再拘留七天，不写检查拘留15天了，你干啥？不是你，行，走。怎么了车？有点毛病。嗯，干嘛你铁子？牙疼，我这。我送你去吧。不用。铁子，哎，看病怎么看这儿来了？哎呦，怎么了？脸上都白了。哎呀，上车吧，上车。哎，有空练练身体啊！我不练那玩意儿。干嘛呢？锻炼呢？啊，锻什么练？我散步呢。王一样。黑黑吧。哎，铁子，刚才文凭拿了一份部里的文件，说在沿海各城市发现了一些走私枪支。据嫌疑人交代，这枪支是从我们市买的，让咱们抓紧调查。咱们什么事儿都说是咱们这儿啊？咱们治安多好啊！啊，行，少废话，赶紧抓紧研究，这是很重要的事。这样。今天市局啊还要开考核工作会，我得赶紧去。好，考什么核？走过程。说什么呢？我说你，还瞧你那个嘴，总有一天我给你封。他当领导他要打人，他我告诉你。我走了啊，好嘞。是演讲吗？李总，全在这儿了。啊，放哪儿吧？没事了吧？谢谢。为我打枪的事儿，跟你的前夫齐铁打了几天交道。他这人挺有意思。哎，你们这两年也不来往，
也不通过电话。其实不在一起了也不要成冤家。李总，我不想谈这个。啊，好，不谈。徐姐，这两年公司多亏了您这个总会计师，最近公司又有几笔大的生意，还得请您多多费心。我会尽心的，您放心吧。好，那我谢谢您。我走了。那个复印件都发下去，人手一份啊！我跟你们说，我不管你们找什么人，通过什么手段，只要抓住线索不放就行，知不知道？嗯，哎，徐姐，啊，上回不是抓住了吗？怎么还？是，这就说明你们工作根本就不彻底，知不知道？还有你，我们可都是在你的带领下，对不对？是，当然也包括我，你大气多。哎，有没有消夜费呀？有啊，找你爹要去。行了，就这样吧，走啊！别，不是，坐，有一件事啊，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。最近咱们局里啊，要对干部进行考核，知道？大家都知道，咱们肖局长啊，是咱们刑警队可出去的，所以啊，各方面啊，大家都听讲过。明白了。哎，队长，哎，你真明白假明白？明白。我怎么了？我这不明显拉选票吗？这反正上去那怎么回事？这是不是我说什么？我说不会。你的意思不就是给文平投票吗？不就是啊？你妈来的？我哪个妈呀？当然是你的年轻的妈了。先受免提啊！啊！我说你别当我妈了，我叫你奶奶得了。放屁！你怎么拉我？不是你到底是谁？你什么事？你说。闲着没事儿，恶心恶心你呗！我本事，你再抓我一现行，那我算钱呀！不是，他不放下电话，我真抓着他，我抓着他，你还寻思什么呢你？你干嘛呢？你笑什么你啊？没笑。你怎么没笑呢？怎么的？你西安李哥，你看看你对咱让人骂，你高兴啊？啊？你马上给我查一查，看我抓的人当中谁判了三年？啊，女的啊。有难度吗？队长，你牙不疼了？不疼了。你干什么的呢？我看一看。你看什么？你看的你啊？你不下去查线索，总在那待着，用公家电脑捅咕你这些破玩意儿啊？你再炒炒股票，我把你给炒了。我来晚了，开会我没听见。你没听见你不问问他？你别看大伙都出去了吗？你马上下去给我查线索去。啊！年轻轻的不务正当，你这。哎，齐志，那我查什么线索啊？来，启东，我传达。哎呦我！齐志，你妈找到了。这么快啊？你妈才找到了。哎，你看看嘛。白冰，女，23岁，未婚。我问你了吗？他呀，是他吧？啊，他怎么这样呢？啊，我知道，我说是，铁蛋啊，过来。啊，哦，铁蛋，你马上那个这住址啊，都整准了，给我寄来。一蛋，我知道了。你这么快啊？关门。你是不是在给我拉选票？看谁看我？你以为这在帮助我吗？啊？你这样做让上面知道了算怎么回事？是你自己干还是我指使你干的？你能不能少给我惹点麻烦吗？不是我说什么了？怎么至于吗？什么至于啊？你还想拿石头砸我脑袋上苍蝇啊？行，这案子布置怎么样？说案子事。不是你咋那么多事儿你啊？你跟他说什么你啊？我不知道，他跟你汇报吧，我压他。你看，我还没批评他，他还给我急了眼。你也是，我跟你说了，你心里有个数不就完了吗？你跟他嚷嚷什么你啊？好，行，我说案子布置怎么样？人都发下去了。
哎，妈，来，回来了啊。喝点啥？来，去买点菜去。啊，都买啥吧？买点白菜。嗯。再捡块豆腐。啊。还没，没有了。没了，就这些。哎，拿钱呢？我有。哎呀，零的。着急忙慌，这是干啥？够了。啊，对了，再烧块姜啊。好了。快点，等做饭呢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打电话骚扰我，我可知道你家了啊！哎呦，哎，对不起啊。嗯，你都知道我住这儿了，那我就不打了呗。我也想抓你啊，手到擒来。哎，齐队长。不好意思，我告诉你，白冰，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抓走。我这可拾金不昧，你干嘛要抓我呀？齐队长，你看我可是您抓进去的啊，现在我出来了，你得管我吧？哎，是你让我重新做人的，我也想重新做人啊，我又没有经济来源，你说我怎么办？你总不能让我再回去偷吧？嗯，你把钱包还给我。铁子，哎，你不觉咱家缺人口啊？嗯，跟你说话，别我一说这话你就装听不着。不行，你找个钟点工吧，能帮你干活，还能陪你唠嗑。妈真行啊！啊？你觉得呢？行，咋不行呢？就干半拉月啊！半拉月过去，你就给我领个媳妇回来。七嘴八舌。我听了口，你家还挺大的啊！一个个伸出拇指，把你夸。夸我的？哟，齐子，来！哇，来一段！劝千岁，我给你伴奏。好，哎，我。哒哒哩哒啦，哒哩哒啦啦。王启东，你干什么你啊？啊，你怎么没记性呢？我怎么跟你说的？你马上把我关了。那他们唱京剧，我这刚把电脑打开，怎么的还得烧一会儿啊？我告诉，哎，启东，那个我那机器有毛病了，能不能把那个杀毒盘借我一下？行，明天我给你拿来。你现在在家里玩什么呢？大航海四，你有吗？我还没有。那我你。孙队，哎，谢谢。
另外怎么样？打听了好几个人，都说这个没发现这种枪型，而且也没听出有谁走私枪啊。我告诉你，那小六子你们怎么不找着呢？哎，小六子不是进去了吗？不，放出来了，放出来了。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们再找一些老人，你别看这些人都不干了，但是关系还都在。哎，明白了，好，来吧。徐队，这你要那个材料，早不给我，我要走了呢。你这不是还没走吗？一大早给你吃了枪药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个说话，就我那个妈，我找着了。怎么找着了？还要偷我的钱包，让我一下子啊！有事儿啊？没事儿。哎，老乡，这个小小敏他身体恢复的不错，哎，还可以啊，年轻嘛，嗯，哎，这个进去来抽支烟，不抽了，不抽了，不抽，来，不抽，我，哎，我不抽，哎，嗯，七铁真是一般，他们俩没跟你添乱吧？没有，七铁跟孙一凡两个人一直配合很好，而且两个人呢肯吃苦动脑子，非常勤奋。好，那就好。哎，他们指导员到党校学习什么时候回来？嗯，说是一年，快了吧？哎，瞧，谁来了？哟，来，上来。哎，别忘了开会啊！好，马上来。音乐怎么样？还行。你想帮忙，你怎么不去了？还送了条好信。你帮我打听打听，现在什么人在卖枪？听见没有？哎，行。哎，齐队，我不能老白给您干活吧？你什么时候帮我干活去？你上次那几件事，你哪样处理有结果了？哎，这上回那个卖白粉那事儿，那是哪百年的事了。这没过去事儿不算，你从现在开始。哎，我听说啊，刘副局长调动的事儿已经定下来了。过两天，市局领导通知研究接替他的人选，说是还有你。哦。还听说那个李副市长通过人给你打招呼。好，回家再说。我现在去开会啊。刘芳，我问你，那个上次咱们帮那个宏愿售楼公司办那个保险柜那个失窃那个案子，那个老板叫什么来着？经理叫马少华。齐队，又怎么了？你干好自己的事儿吧，你。哎，小姐。哎，找谁呀、啊？我那个谁，那个马经理在不在？您稍等，请。好。这个孩子啊，叫白冰，聪明，反应也快，能吃苦。你随便给一个整什么工作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你齐队长介绍的人还有什么说的？随便打个电话就行了，还用亲自跑一趟？我今天就路过这儿，我突然想起这件事了，我去上楼跟你商量商量。太见外了，上一次这个保险柜的事儿啊，你们给我破的这么及时，我感谢还来不及了。这样吧，今天晚上在我这吃饭，咱们晚上一块儿好好聊聊，好吧？今天晚上不周末吗？我得回去陪老娘去。哎呀，那行，那改天吧。行，好吧？哎，改天。马经理，我好像有点事儿，就是说。这个孩子啊，原来哪个孩子？
不是，就刚才我跟你说那白冰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他这孩子怎么了？就是他原来他犯过点事儿，犯过点事儿，现在给改好了，不错，现在。那行，没问题。行行行行，好说来。哎，他犯过点什么事儿？他属于啊，你看他那个还属于就是怎么说呢？就算拿别人东西吧，就那样。啊，那行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不要，没事，走了啊。没事，好，好，好。王启东，嗯，你抓着人家不管啊？不是，我问了他半天，他不说，我让他在这块反省反省。赶紧带走。行行行，过来，蹲这儿，蹲这儿，蹲这儿。说吧，你到底干了几回啊？说吧，我这一辈子就干过一回。你这不是糊弄我吗？干一回能那么熟练吗？说实话，干了三回。三回？到底几回？十回。早说不晚了呗。那都拿了什么？我问你都拿了什么？快说！这叫方便面。哎，我问你，你怎么就不说呀？孙队，嗯，你的电脑也上网吗？上。有网友吗？有啊。你也叫我上网吧，行吗？嗯。晚上我请你吃饭。我很忙。让启东叫你吧，启东比我行。孙队，哎。哎，刘芳，等会儿帮我查个资料，晚上请你吃饭。资料我可以帮你查，吃饭就算了，晚上我很忙。哎。他怎么说的？哎，孙队。这个案子结了，这小子混在超市里面，人家正在卸货，他往他自己家里搬。启东，嗯，干得不错。孙队，我告诉你个事儿，嗯，我炒股了。你懂吗？就炒。我都研究好长时间了，估计没事儿。你也要炒股，你有钱吗？我自己存了点儿，再一个就是我妈给我结婚的钱。启东，你得注意啊，这股市无情，另外不能耽误工作。哎，我明白了。好。肖局长，他的跟腱缝接虽然成功了，但是以后不是很好。会不会残废啊？残废不会，正常走路没有问题，只是不能再做剧烈运动。那个就是说他的孩子治好了之后，那个舞蹈不能跳了吧？我们只能保证他的正常行走能力，舞蹈是肯定不能再跳了。医生，谢谢大夫，能保证他正常行走，我们就非常感谢了。打搅了，谢谢谢谢。好。小美，你要喜欢看，明天我再给你去搞几张碟来。
铁蛋，我看电视。小明啊，别看了，看多累眼睛啊。行了行了，知道了。大姐，你说，我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，拿出来刚一晾完，又一盆水泼了下来，把我的衣服全弄脏了。大姐，你这事儿归居委会管，咱们这可是刑警队啊。对，大姐，找居委会吧啊。由我贵部管。好了，接着说吧，吃完饭干嘛去？唱歌去了。唱歌。我先走。那你呢？宵夜去了。然后呢？记不起来了。我们在哪儿逮的你啊？宾馆呢？是啊，你总不会忘了谁先脱的衣服吧？问结果少问过程啊。哦，好。哎，好嘞。喂，我妈呀？什么一凡？我铁子，你就知道一凡。啊，你别老操那个心了，你早上那个谁文平两口去了。嗯，行行，有消息告诉你啊。啊，好，抽空我跟一凡肯定过去啊。好好好好好，就这样啊。哎呀，给局里发的。哎，对了，你妈来过了。车我妈刚放下电话。我说的是你那年轻的妈。别人查。嘿，哎，真来了？可不真来了，人家说有个什么事儿要你帮忙的呢，来问问呢。什么事儿啊？我以为你又把人抓起来了呢。你干好自己的事儿吧你啊。哎，马经理吗？刑警队齐铁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我就上次跟你说那个女孩的事儿。哎，对对对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让她上班啊？啊？哎呀，这两个可惜了呢。我是他，我是他。后来我才发现，那软件上带有病毒。是吗？啊，那他给我盗的。有可能，我再买一个正版吧。哎，行。孙队，文件我给你放在桌上了，上面有肖局的批示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齐队来了没有？啊，在里面呢。你早说呀！我要不给你挂这电话呢。行行行，你也不用谢我了，你还。别别别，你那个饭我可不敢吃，就这样吧啊。咱们齐队啊，就是这样，拒腐蚀永不沾啊。现在的人怎么都这样？你说啊？他就是不容别人犯，就是不容别人犯错误，也不容别人改正错误。好像一人犯了错误，这好像这一辈子就完了。你总不能让人带到棺材里去吧？刘华，我跟你说，你像这个流浪者拉子啊，那个时候你小，有个电影的电影叫《流浪者》，你不知道吗？里边有个拉子，哎，你总得给人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和环境，那结局肯定就不这样。什么叫治病救人呢？一个人有了毛病，你就得给人治，不治他就得死，除非你不想救他。有道理。哎，铁子，你这说、哎、说谁呢？刘芳，你刚才说谁拒腐蚀永不沾呢？说你呀、啊。啊，说我了，是。那分谁？你我就沾。你倒是沾得上。哎，铁子，铁子，铁子，还生我气呢？你看，我不就是跟文平说那么一嘴吗？你至于生这么大气吗？
哎，你就没打过我的小报告啊？啊，我什么时候打过你小报告啊？在警校的时候，往文凭的那个牙膏里放雪花膏，是不是你打小报告？小子，哎呀，我知道你那张嘴快人快语，没有坏主意。不过，你有的时候说话不分场合地点。你上次说人文凭要官不要脸，这话都有点过分。文凭现在大小是个领导，你说是不是？行，你别什么陈木芝麻烂果都往脑里记，你这。哎，真的，你姐姐那边怎么样？现在？哎，没法弄。这好几个项目，一听说法人死了，人都要退合同。公司里的一些高级职员吧。都想跳槽，弄得人心慌慌的。再加上台湾地震，很多的电脑元件都涨价了。这看起来是好事，可是这没有市场啊。我姐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以前遇到什么事儿都靠我姐夫，而现在我姐夫这一去世，他就像天塌下来似的，这公司现在基本瘫痪。老这样不行，你总得想点办法呢。就是，吉代，你有个亲戚找你。亲戚，哪有什么亲戚呢我？哎，好，谢谢啊。你好，你干嘛来了？你不是要给我这个失过足的青年找个工作吗？夏局长，啊，巡警前几天后勤科给巡警增发棉靴的报告，您批了吗？巡警又来催了。哦，你这个材料给我了吗？前几天我放在您桌上了。肖局长，是不是这份报告？哎呀，这我还没看呢。你这样吧，你跟他们说，再等两天啊。好的。没有，迷糊了一下。哎呀，你看你，我这有吓我一跳，我以为你胃病又犯了呢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到医院去看小敏，正好路过。哎，还有啊，今天啊，政治部的黄姐到我们这儿来了，我听她说你们综合考核的结果出来了，你的分不太高。她还说啊，市局领导啊。专门为你调到市局，征求了一些人的意见。好像有人说你什么，对上面太顺着了，对下面太护着了。还有什么，市局的领导啊，应该是有主见、有魄力、敢作敢为的人，不应该是一个官僚。什么？我官僚？说我什么都可以，甚至不调市局都行。但是说我官僚，我不服，我绝对不服。
还说我什么？哎呀，王大姐也就是随便说说的，我也不好意思多问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呀、啊，你也别多想了，自己注意点。没事吧？那没事。那我去看小米了。啊，你去吧。哎，晚上早点回来啊。好，到点。请给我接黎副市长办公室。战线，十个人，那我根本抽不出来。我现在太忙了。你外事活动怎么的？我跟你说啊，我最多给你三四个人，真的。你不够，你不够，你想办法呗。那好，那好，那说定了啊。那好，就这样吧。嗯。刘芳，我给你个机会，要不要？什么机会啊？我让你和孙队出去工作几天，怎么样？队长，我可正在干好自己的事儿呢，请不要打扰我。那好，那我拍别人。哎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啊！变装真好看，别说与执行任务无关的话。孩子说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也没什么办法。小米要知道这个，还不知道怎么哭了。从小就喜欢搞舞蹈，考上了还是尖子，是瞅瞅这样，当初就怎么这么说呢？你当初就想着要挨一枪咋的？哎，现在想那么多没有用，我告诉你吧，这条腿的结果那孩子早得知道，你就得想办法做他工作，让他想开一点，因为孩子路还长着呢。我没办法呀，我见不得小敏流泪。哎呀，这两天吧，抽时间我去吧，先找他唠一唠，铺垫铺垫呗。要不咋整？你早晚得过这一关。哎呀，我一想这个李小芳，我告诉你，我牙根都刺了。行不行？咱们不说这事。那枪案怎么样？有线索了吗？目前没有。一定要抓紧。我今天把你找来，就是为了说这事儿。赶紧破案。别老让人家说我们光说不练。谁光说不练了？你让他们到我们这看看去。我的人一天忙的这个喘气的功夫都没有。我怎谁呀、啊、又放着没味的屁啊啊。我就说这一句嘛。什么呀、啊、你回去啊赶紧动员，叫大伙加把劲好不好，尽快的把这个案子给破了。
我先这么安排的，就说全队干警除了手头工作之外，一定要把这个枪案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。好的。哎，你要再给我十个人就更好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你说你那个外事任务，你又从我这抽走四个人，我没办法，我把内勤刘芳都给派上去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肯定抓紧时间，因为这个枪案呢，在我们刑警队最敏感。你看小米的事儿是枪，还有咱们家欢欢，所以说这个枪案在我们那儿那就干脆像什么呢？像那个足球队啊踢韩国一样，根本就不用动员。这点你放心。哎，又得回去了。你不是去吧去吧啊，没别事吧？没别事。好了好了。刘芳负责二楼的女贵宾，小勇负责三楼的男贵宾，启东负责大堂。哎，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去吧。哎，启东啊，这是一般的外事活动，别弄得那么紧张。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你不说话就没事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枪从哪儿来的？你这个老老实实、原原本本的。他怎么意思他？他有枪，在他屋里啊搜出三支气枪，一个枪声都没有。那好好给我审他啊！嗯，快！哎，你们哥几个有没有什么收获？哎，齐队，小张在火车站抓了个外地人，鬼鬼祟祟，见警察就跑，正在那儿审呢。哦哦哦，行行行，好好的套一套。你呢？哦，算了，你连个小偷你也抓不出来。哎，我说你们俩不是昨晚熬夜了吗？你这休息，我今天没什么事。好，齐队，我先走了。那我呢？你把这个材料给整出来，这三天了，你给我等你呢。哎，那谁呀、啊？黄学勇啊！来来来来来，你把这个门整一整，老也关不严，找个工具去。哎，成。嗯。